我们要把这个江湖第一女刀客，杀人必留下十字刀口，连他都来了，啊！天下第一资格的人头，非他莫属了。稳住，我们能赢。十字刀口，大漠刀法，他们都是死在了自己的武功之下。难道是江湖人图干的？难怪他的功夫这么了得。